点，生意为什么没有便利商店那么好呢？阿妈，我带来一群朋友来抢救我们的干妈店，阿你干好。好了。我们来帮忙拯救了。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帮助我阿妈的干妈店生意变得更好。这是我阿妈给我的压岁钱，我希望用这些压岁钱来抢救我阿妈的干妈店。我可以做道具，我会做海报，啊，我可以成立粉丝团，那我可以帮忙收拾资料，谢谢你们，有你们真好，抢救梦想变实在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主任好，我们今天要来访问你，主任，请问你比较常去便利商店还是干妈店？我比较常去便利商店。那便利商店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？那里面东西比较多哈。像主任喜欢喝咖啡，那就提供咖啡这个服务哈。通常都像杂志啊，一些电脑杂志，或是一些那个报纸，会有咖啡的相关文章。比较不常去干妈店，因为干妈店的东西它是比较人情味的哈，不过东西真的是比较少，而且它比较没那么便利。哦，原来我们的干妈店还有那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。谢谢主任。便利商店呐、啊，是空间的报应。我的干妈店无人客袂卡钱。这点数没有便利商店呢？哎，是什么？这是起点贴纸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只要消费满指定的金额，就可以得到超棒的东西耶！那要是没有人情味纸，我才不屑呢。我们要用有人情味的钢板来对付便利商店。没错，这真是个好主意。追求梦想要更加勇于挑战，没错，也请大家继续支持阿妈干妈店，也欢迎你们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按赞哦，阿妈。